大雄要来带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演。这个团体为什么说很重要的？因为这个舞台对他们来说很重要。我不知道大家是第几年参加博尔动漫季，有没有参加四年以上的朋友呢？好，比较少一点没有关系。四年前那个时候，应该三年前啦，就包含这一届在内，第四届。第三届之前，那时候我们还在月光剧场，在月光剧场的舞台上面呢，我们在高雄在地有一个新的舞团，哦，就是地下偶像动漫舞团诞生。他们呢带给大家热烈的演出，他们来自于宇宙的各个不同的星球，在这么短短的时间之内，他们已经成长茁壮，变得非常非常的厉害，哦，在台湾，在地球收集到很多欢笑的能量，当然就包含台下的粉丝们的能量。而今天他们在舞台上面要带给大家一个很热烈的表演，以及他们也有很重要的事情来跟大家宣布。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 Emergency Equation 紧急方程式现场朋友，让我们欢迎他们登场。
齐生双子。
Thank you.
是熟悉的古装动漫剧的舞台上看着舞台下的感觉。还记得三年前那时候第一次上舞台，那时候的团服还是前一天紧急改出来的。现场的那时候就有朋友拿着旗子来给你的应援。那时候第一次上的舞台，接下来这三年成长那么茁壮，表演的这么精彩，最重要的是现在有了年轻的一个世代，愿意去传承锦旗方程式的意志，然后继续带给大家欢笑跟娱乐。我相信这一点的初衷是锦旗方程式不能少的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其实我只是想要把它眼泪炸出来而已。可是我相信他们值得，对，我相信台下的朋友们也值得，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新的世代，那我都还没有机会好好认识你们，而接下来请务必让我们，还有包含台下的朋友都能够好好认识你们。那在这个舞台上面，由前辈所打下来的这个舞台，这套服装，这些台下其实你们的粉丝继续往下走，别让前辈们的心血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，不然我一直以为锦旗方程式到今天就要解散了，你知道吗？不会解散了哈，不会解散了。下一代最具有代表性可以出来说话的初恋。请分享一下对于未来的展望。来，团长在旁边，不要骂。来，看着他，看着他，守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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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。锦旗方程式虽然结束了，但还是有锦旗的释放。但这是大家的梦想，所以希望大家来陪伴我们，谢谢。有时候你们不会觉得偶像就是这一点好，哎，包含作为偶像的粉丝们就是这一点好可爱，他们的互动可以这么的有趣有直接，台上跟台下却那么零距离，看着他们上舞台，第一次上舞台，陪伴他们到最后一次离开舞台为止，没有关系，他们会继续在舞台上面陪伴我们的。好，感谢锦旗方程式的一个热情的演出，那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。我们刚好最近世代交替，那进行了一个大改组，那我们会伴随着新的成员之后，在舞台上面继续为大家载歌载舞喽。